日本少林两寺联手把以鹤忍者全部消灭后，两寺少林前贤进士，并把文化、佛学、武术互相来往。日本少林流主持山本，于是选派了两位年轻弟子龟田铃木往中国学武修佛。此时日本另有一派忍者崛起，号称三和忍者。 由师父佐佐带领徒弟太贺武功高强，心狠手辣，专门刺杀贵族富商，公然与宫廷作对。一日得报中国少林有一本专破忍术的经典，此时太贺下令潜入少林盗取经书，于是展开一场龙争虎斗。 师傅，你们四处查看。 领上人，第一组去至中国潜入少林寺查无经书。第二组查明破解忍术经书，由日本少林弟子龟田带回日本途中，已经派人前去拦截。<笑> 把经书留下，饶你狗命！就哦哦，啊，又有生意上门了，要好好捞他一笔。 哎呀！哎！啊！
What's the matter? Huh? Ah, 朋友, 你怎么不用脚走路, 却要滚过来? Ah, I see. 这是日本最新潮最流行的走路方式, that's right. 你他妈瞎了狗眼了, 我这样像走路吗? Ah, 那你干什么去? 我让那几个王八蛋追杀。 追杀? 让开, 我看看。 杨队长，有什么报上名啊？问我？江湖人称我现代法律执行者Rocky师爷。我不管你什么垃圾不垃圾的，再不走连你一块烧！哦，等一等，给我半分钟时间，我跟他说句话，再走也不迟。小和尚，要不要我帮你？只要你能打得过他，我当然需要你帮忙了。哦。 可是代价很高的，钱没问题。All right， 杨队长，你真的要多管闲事 ？Of course， 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Come on。 I'm sorry. 以后有空再来. See you.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不用客气。这我不懂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只要付服务费，一共150个钱币，请签收。啊？ 我身上能带钱？有话好说嘛。不过你要给我回少林流，我就把钱给你。OK， 再加50个钱币。小和尚，这个是我的规矩。 这什么规矩啊？好，我给。助人就是快乐之本。师傅，三合忍者从何而来？三合忍者是由风魔流分支而来的不同于一鹤或甲鹤。 他是由一个江湖人称喜怒无常、神经僧佐佐所率领的，他还有个徒儿叫泰赫，他对本寺的武功非常的清楚。因为我们俩本来是师兄弟，一同习艺多年，泰赫总觉得做和尚太苦了，把爱慕虚荣偷偷下山参加武士比武。 Yeah.
呀！刚才通过考试的武士，明天向黑田组报道，俸禄500担。恭贺各位！多谢大人。功夫不错，太和桑，你究竟是不通凡响。主公夸奖。我想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做我的贴身侍卫。谢谢主公。太赫做了太原的贴身侍卫之后，不久太原的女儿英子小姐看上了他，他们两个常常到郊外去幽会。太赫和小姐三天三夜终于追到了。山崖，太赫为了报仇，
心一狠，就投奔三河忍者，拜佐佐为师。后来他成了佐佐的傀儡，变成了一个忍者的头子，一切从头练起。很有进步。进攻中国少林寺，我想中国少林寺必有大捷，所以我决定带领本次弟子到中国去协助他们，共同对付三河忍者。你们大家的意思怎么样呢？大师，请允许我们到中国联合少林对付忍者。好。飞田，哎，他们这是什么功夫？我从来没有见过。哎，猫爪隐身术啊。嗯，你想不想知道猫爪隐身术的功夫啊？嗯，哎，不过你一定要付出一大笔代价才行啊。代价？嗯，啊，我愿付。哦，一定要付现金才可以啊。啊，付现金就现金。哎，拿来。啊，我没有带现金。飞田，洛奇。他们忍者既然跟上了我们，我想少林寺恐怕会有危险的。
我们还是快点赶路到少林寺去吧。走。报告大头目，日本少林流已经出发前往中国和中国少林流会合。啊，混蛋，你是怎么办事？为什么不拦住他们？大头目，我们算了，就算他们会合，也是井底之蛙，成不了大器的。师父，我是怕中日少林会合，我们会吃亏啊。怕什么？你以为我们三河流那么不重要？不是，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了。要是让少林流拿到了破解经书，我们的忍术就治不了他们了。嗯，我已经找个朋友来帮忙。是谁？大力法王。叫大力法王，我是来借一样东西。哦，借东西？借什么东西？喏，就是这个魂钵。就凭你？凭我是神龙教的传人，我要收魂钵来立我神龙教之声威。你做梦！休想借本族之宝去危害世人。呵呵，我是要定了。迢迢来相助，共度这一次少林大劫。客气了，中日少林本一家，理当如此，请勿客套。敢问大师，您在日本对忍者之术比较了解，不知对这三合忍术可有对策？光是三合忍术并不足惧，烦恼的是佐佐他不按牌理出牌，他们藏身于暗处，我们又身在明处，唉，一时实在想不出对策来。阿弥陀佛，佛主保佑，
希望我少林能化解，哎，这一场无妄之灾。山本大师，天色不早，我送您回房早点休息吧。多谢大师。报告大头目，日本僧人已经到少林了。啊，什么？两次会合了？这下可糟了！众人，下人，听令！我要你们太贺，不要心急，等法王一到，我们就大举进攻少林，到时候我就要他们的命。恭贺大头目。杰克摩比，原来是我两个宝贝师弟，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中国，还在这里迎接我呢？闭嘴！神龙教没有你这个师兄，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们也要除掉你这个杀师父的叛教之徒。闭嘴！出招啊！收魂钵，活不了三天的。送了收魂处。哎呀！哎呀！谢谢救命之恩。是不是一个黑人用收魂钵震伤了你们？不错，就是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小姐，能不能请问你，看你不像中原人，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不需要问我，你们要问的问题我都知道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收魂钵和还魂铃是我们苗族的镇山之宝，而且这两个法器互相感应，所以他跑到哪儿我都知道。那麻烦女施主带我们去找他，我们跟他势不两立。他叫做金大力，本来是我们神龙教的大师兄，但是他有一次起色心犯淫戒，被师父抓到了，痛责了他一顿，他却不知道悔改，
反而怀恨在心，哎，居然他杀死我们的师父，所以求你带我们去找他。好，我跟他有血海深仇，我们三人一条心，非把他铲除不可。不错，真不错啊。真要多谢你的帮忙啊。哪里，太客气了，各位席地嘛。你真是快人快语啊。大法师，喝完酒尽完兴，我们再谈大计，来喝一杯。来，这一个小妞我越看越喜欢。好，大师，你喜欢就归你了。好。过来，坐在我旁边，过来。我们就决定怎么办。王要求以少林寺作为在中国的神坛之地，所以我们的火焰术不能以少林寺作为战场，怕万一把少林寺给烧毁了。对，我们不能烧毁少林寺。美代，嗨，少林寺的人最恨你，你就直接上少林寺挑战，嗨，把他们的人全引出来，使中日两派人马分散开来，王两个人主攻外围。嗨，我和泰克带着所有的忍者以各种忍术冲入少林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，鸡犬不留。我要灭绝少林，灭绝少林，立我宗派，把大家都给御手成功。三位施主请。拜见两位大师，请坐。大师，这三位是？哦，这位是苗族部落百余族的李斯公主，这两位是世家伽宗座下两护法。掌门大师约见，是否与他们三人到来有关？正是。李斯公主告诉老衲一些消息，世家伽宗叛徒神龙教主与忍者勾结，图谋少林。而且李斯公主还探听到，忍者与神龙教主整个计划与阴谋。哦，多谢公主帮助我终日少林。不敢，我和两位尊者愿为少林做先驱。这不瞒大师，神龙教主的巫术只有我才能破解，何况他跟我们三人有血海深仇。既然如此，老衲就多谢公主。大师言重了，我会尽力而为。有人闯祸！快打！快打！快打！
先回大殿禀告主持。是，我们去。吃了好，老秃驴，交出经书，老夫就留你个全尸。啊，哈哈，你是不是做白日梦？勇士们，嗯，上！啊！换命来了。我们苗族的收魂国法宝，你要杀了我哥哥，今天我要杀你替兄报仇。你逃起来！哼，你以为有还魂铃就能破我的收魂国吗？你试试看。嗯 ，OK。
喂，你不可以喷血。我看你还有什么办法。传家之宝啊，怎么会在他身上呢？血玉佛从哪里来的？快说！说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？
愧对祖师。少林串通，失去的归田。阿弥陀佛，大师，请节哀顺变，切勿悲伤。此乃弟子遭劫，吾见重伤，归田失职登天。存者莫不身心受创，我怎么能不悲伤？大师所言甚是，但逝者已矣，魔焰犹存。阿弥陀佛，为图少林之本，但求大师养精蓄锐，群策群力，以待最后决战，集吾等之力，破除妖孽，重振少林，以为上天之灵。多谢大师教诲。不错，我们必须重振旗鼓，以备最后之战。损失了这么多人，居然连法王的收魂钵也被毁了，真他妈的气死我了。现在只有等法王练成他的傀儡术。等他的傀儡术练成了，我就不相信少林寺有人能破得了。到那一天，我们连门都可以不出，静静地坐着，慢慢地欣赏少林秃驴的死状。啊，对了，太赫，美代他们的伤势怎么样了？老师，您刚才说什么？嗯，你是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？没事没事，老师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走了。奇怪，太赫他怎么了？在你那里，怎么会在那个年轻人身上？对，叫美代平安。小和尚，我问你，你那雪域佛到底从哪里来的？你居然敢闯少林寺！谁管得了我？我要来就来。快说，到底从哪里来的？放我龟田师弟的命来！快说，再不说对你不客气！我不告诉你。
拜见大师，深夜召见有何吩咐？坐下再说。多谢大师。大师，这是少林练铁臂的钢环，这次我中国少林遭此大劫，多亏你们远从日本来到中国帮我少林，我内心非常感谢，因此想传授一些少林的独门功夫给你。多谢大师。从明天起，你把这钢环带上，我传授一套盘龙铁臂拳给你。练练。看不出我的金银铜人的厉害，请叫两个忍者出来和我的金银铜人过两招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拜见大头目，有何差遣？是啊。是因为每次施完法术，这两个傀儡一定要吸血，
不然会影响我的法力。那么动手过招也是你的预谋。太赫，我不希望因为这些小事坏了大计。收拾少林，我比你更心急，因为他们会影响我开宗立派。佐佐，希望你按照计划进行。哎，师父，他太狠了，拿我们辛辛苦苦培养的弟子当作牺牲品。忍一忍，为了我们的大计，现在先照计划进行。十日之后，黄师坡决战，一解数十年之恩怨，大力法王，三贺忍者流。好啊，我早就迫不及待了。阿弥陀佛，十日之后，神龙教主三河流之魂魄必入十八层阿鼻地狱。阿弥陀佛，轮回恶人吃其恶果，善哉善哉啊！算了，别来这一套了，听大师说话。阿弥陀佛，但愿正如洛奇施主的意思，我佛保佑山本大师。你的意思是决一死战只是迟早的问题。阿弥陀佛。公主，你的意思呢？跟山本大师一样，但愿能手刃法王。公主，别忘了我们两个也有份，我们一定要把法王剁成肉酱。好，老衲就把决战的人手安排一下。铃木洛奇，你们攻打第一战。是。丽丝公主，你和两位护法把守二关。众家弟子，加紧防守少林。是。十日之后就要决一死战了，那个年轻人到底是不是我儿子呢？不可能。不可能，怎么会呢？对，找山本师兄问一问。掌门山本大师自有事相告，烦请大师到少林后山树林一物，以天皇之名起誓，绝对是诚心诚意。三河流太贺上。多谢大师前来相会。阿弥陀佛，如今你我二人正在敌对之时，太和师弟深夜相约，所谓何事？师兄，你应该知道，明日你我双方决战于黄师坡。但你却不知大力法王已练成傀儡术。啊？法王预备在黄师坡用他精心苦练的两个傀儡，将所有少林人士一网打尽，然后占据少林，开宗立派。此话当真？真的。那两个傀儡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这两个傀儡经法王施术之后，全身坚如钢铁，刀枪不入，想击败这两个同人比登天还难。哈哈，太和师弟莫非危言耸听，
想削弱我少林的斗志，句句真实，一字不假。不知道师弟，你告诉我这件事为了什么？想博取师兄对我诚恳之意，故而坦言相告。师弟，你是否有何要求？不，我只想问师兄一件事。能告诉你，我一定告诉你。请求大师兄，能不能告诉我你徒弟雪玉佛的来源？雪玉佛？为什么？师兄，你先别问为什么，等你告诉我之后，我自然会说给你听的。好吧，雪玉佛的来源是这样的。在20年前，我和两位师弟到神户去化缘，在路途中碰到一个女死尸。阿弥陀佛，师兄，他的肚子还在动啊。快点，我们把孩子救出来。小孩救出来就带回寺中去了，这就是雪玉佛的来由。啊，师弟，莫非灵物是你的？天哪，我今天差点没把他给杀死。我多谢大师兄。师弟快起来，为何行此大礼呢？不瞒师兄，那名女子就是我的妻子英子。啊，那林木不就是你？林木就是我的儿子，他真的是我的儿子，是我的儿子。不可能。请求师兄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林木。关于我以前所作所为，我会想办法来弥补的。我会想办法来弥补的。阿弥陀佛，师弟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善哉善哉。师兄，告辞了。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，祝他重新做人。宗师，竟敢口出狂言，你想怎么样斗法吧。今日我们在黄石坡决一死战，我们要慢慢的收拾你们。太赫，先由美代打第一战。
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美代是我的人，公平竞争，生死由天。他说的对呀，我们不要招人口舌。他们这些人今天死定了。对。大师，不要乱了方寸。多指教。
公公府啊。发布大师的大龙摆尾名不虚传。Oh!
想帮他。太伟大了，他们以德报怨。记住，我们日本人永远不能忘记呀、啊！我希望你把中国的美德带回日本，传给我们的后代子孙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